符合人食国际认证，包材都有是经过 SGS 的检验合格。专利成分微型原效 B72， 益生元可以活化肠道的好菌哦。综合氨基酸来帮助肌肉强健。我现在呢，真的有当妈妈的感觉了，因为呢，我有两只毛小孩，两只都是猫咪，它有一只是后探猫，更担心它会营养不足，照顾它们之后。就觉得自己很像妈妈，会很在意他们吃的用的，只要吃错东西或者最近身体不舒服，我就会非常的担心，很在乎他们的健康，所以呢会好好的替他们挑选非常好的健康食品。毛孩大师的产品呢都是经过 SGS 五大认证，符合人食国际认证，才可以让我非常的安心给毛小孩食用，连他的包材都有是经过 SGS 的检验合格，爸爸妈妈们可以非常的放心。市面上呢，其实很多的毛小孩的营养食品价格可能都比较便宜，但是你真的会让毛小孩吃得安心吗？成分呢都是经过专业的营养配方师还有兽医师多位专家研发的，新康桥药局都有上架哦。那它有针对猫猫狗狗啊做各个品项的产品，保健食品呢有泌尿专科，还有肠道专科，还有像皮肤啊毛发专科，以及呢是我们的五官专科，让我们的毛小孩健健康康的。狗狗的保健食品，眼睛专科的，皮肤毛发专科的，肠道专科，五官专科，毛孩大师帮大家健康都顾好了。选择毛孩大师的哪一种专科都有三效合一的特色，而且猫咪系列呢含有鼻氨酸，其实市面上呢如果你要吃到又有专科又有综合氨基酸还有益生元的话，其实加起来可能都要3000多块，而且要吃好多盒哦。可是呢毛孩大师一盒就有三效合一的效果，而且1000多块就可以满足我们家的毛小孩了。希望大家的毛小孩呢都可以健健